主料，南瓜500克，辅料，绵白糖25克，水，小圆子15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主料，南瓜去皮，切薄片，放入高压锅上蒸，等听到持续声音后，开中小火，继续煮6分钟即可。等自然冷却后，把蒸熟的南瓜放入滤网里擦，就成了细腻的南瓜糊，也可用料理机。锅中放入凉开水，绵白糖煮开，一边煮一边搅拌，放入小圆子，等小圆子全部浮起来，放入南瓜泥，搅拌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添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